早上一样，我跟大家讲，它弹性超好，到二XL都可以穿。本身呢、啊，如果你不穿一字领，它超简单的，直接把它上肩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桃心领一点点哦。然后呢，胸这边抓皱褶干嘛？比较瘦的粉丝看起来比较丰满。来，还有呢，它的小卷边，今年非常非常多流行小卷边，所以呢，有没有看到很多都非常的精致？而且呢，它刚好靠在你的裤头上，完全不露肚，手袖随便一拉，它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MIT 的螺纹高弹力布，也是新款的。有没有看到微透微透？所以呢，它非常的凉爽，有黑当然一定要有白，来完全全一字领。那白色会不会透？其实里面加白色的小可爱，或者白色的比较亲肤的小可爱瓶口都可以。它的红是让我显白的红，它的红不会老气，不会黑掉暗掉。所以呢，如果各位啊夏天真的可以的话，好选选比较可爱的颜色好不好？蓝色就是我觉得里面最显白，然后也不会到黑色这么黑，弹性度真的不用再交代了，已经来到第四个颜色，所有都是做卷边的，两入五九八，价格取胜，弹力比价格取胜两三倍以上。然后呢，质量真的非常棒，颜色非常多，那专区里面有任选给大家选择哦。